其实哦，你早头啊讲一句话，讲卫福部会上啊，讲你给我小心一点的上啊。部长，哦，部长啦。咱现场来宾，甲中天的好朋友，甲所有网络的好朋友啦。是哦，我甲各位报告，大作业。大作业啦！我咧主播的是我讲啥？我讲哦，民进党赖清德，啊，你是咧好傻笑？哦，你笑到大声委员啊！我讲这句话无过分，南部人西本讲话开口就较直接。我为什么会讲赖清德？你咧好傻笑？赖清德去蔡百余啊？蔡百余，恁知无？光电百亿哦，人讲诶，小公主啦，小公主啦。迄天赖品妤啊，赖百妤啊，伊讲啥？伊讲啊，因较早外可怜，因较早因阿爹因阿娘讲甲目屎腻腻过啦。嘿，咱好朋友啊，恁出门骑车、开车、桥都歹啊，红车顶有甲恁管制无？无。恁若想骑过，就开红灯对无？是。赖清德暂时出门，保护红车顶管制。一个月领几啊十万，要食三顿免烦恼，选举到又搁咧靠小靠边啊！我讲伊靠小靠边，敢唔对？对，无唔对嘛？对唔对？对。我讲你要好，你讲你咧恁偌艰苦，阮交情将士局势啦，我搁咧做旅长啦，要搁咧照顾，一个月补助万通块啦，扣二纸啦，爱免话。伊要安怎过日子？迄种的要来好，啊要好上听。所以我唔只公开主播甲弄干穿，我讲啊，你是咧好啥事啊？结果赖妖受苦，你安怎啊？我袂报案的吼，甲警察大人一只甲阮维护治安，辛苦啊。我一个报了尔，马上就有人出现啊。甲我讲啥？单亲无你出门世纪，一定要甲你抬好死。真正有要求无？有要求。我讲话爱负责。嗯。我来讲诶，我干阿骂一个副总统尔，我拄啊要来，我带保镖呢，我叫我某做我的保镖啦。为虾米？我讲这治安政治是正人事，我讲诶嘛无唔对啊。是啊。我截图啦。我要讲这，我还有截图。我未报案呢，我未报案呢。我要讲诶，恁愈甲我恐吓，我愈要坚持啦。来，你甲我讲讲看。陈其茂小心被人家杀死。哦，真的，真的，有没有？真的，我朋友啊，批评赖清德，安尼你也袂使，随网络呛赌，呛赌要甲你抬嘛，要甲我抬嘛，嗯，我要甲各位讲，中华民国到今仔日，我过去民进党挑战威权的国民党，阮都无遐恐怖。对啊，我较早咧挑战国民党，行街头、杜宪兵，慢慢渡过这个面地。对，我干阿骂一个赖清德尔，讲伊咧好傻笑。嗯，你出门坐黄蛋车，八蛇桥都歹啊，啊遐人要好上听。是啊，我干阿讲安尼尔。哦，这感觉你都有看的嘛？对，我有看。这就是当今的社会。嗯，所以我会当公开甲讲一遍，这叫做霸权民主，对不？对。现场的来宾，咱在地的高雄人，其实我作希望大家当站出来。过去庙口演讲、街头演讲是民进党上好用的，但是今仔日中天电视台去用关去，伊今仔日甘愿一个电视台做网络来庙口接近群众，了解百姓，这个频道是非常的伟大。但是你甲看民进党呢？将士无呢？民进党将士哪咧办活动是人山人海呢？为什么？啊，都有便当，现场的无便当，话要热死，啉一罐矿泉水。所以我感觉一定要继续打拼，袂使因为这的恐吓、这的糟蹋，咱就避开。所以我今仔日一只要透过中天频道，要甲社会讲，陈前无一路来。对政治的热情，对政府无能甲批判，我相信这符合中华民国的宪法。是中华民国的宪法，人民有言论的自由，有批判的自由，会当讲唔免受到恐吓，对不？但是我做日的代志，我顶八月十九甲一三民区，无一高山哦，我甲讲一个赵天林尔，新闻到尾有报出来无？
咱拢无讲好笑话，所以行一街头，行一中天的频道，拿着这支麦克，所有的来宾讲的拢是真心话。网络的好朋友，现场的来宾，三明柏林是足认真的。我会使讲柏林，我捌伊遐济年。第一，伊不哗众取宠。柏林一议会都接顺任何一个议题，拢是实实在在关心百姓。今仔日咱韩市长来高雄加加油，我自头看到尾，过去韩国的是市长，柏林是议员，为什么遐好的议员永远到今仔日拢无法度表达必须甲支持？山顶的好朋友。千万直接要甲恁拜托，现场的来宾，我嘛要甲恁拜托。顶官因讲的叫做信赖台湾，动用所有的资源来对抗。但是柏林伊即撮辛苦，我要甲各位讲，互恁继续熟悉反柏林，互恁等于要甲斗邮票会向讲，柏林对教育非常的重视。哦，伊是重视咱的后一代。伊做一个市议员，伊无为着组织，为着派系，伊真正为着高雄市的市民。是好朋友，我做烦恼，因为我刚才住伫三明区，啊，我嘛住伫三明。因为每一搭我看柏林都选，因为伊袂像我呢拢干选，又读册，伊都讲话温润儒雅。是，但是长期一政治一高雄，还袂合并到今仔日，伊拢是做拍拼。所以为什么这么啊优秀的民意代表，这么啊好的民意代表，咱为什么不爱让伊去国会替咱高雄继续打拼，好不好？甲恁拜托，我要甲各位讲，是民进党的李坤泽，自我较早带起三名，我哩哩叫做本和哩，我较早带的本和哩，过去因一路咧做，人讲的伊叫阿强啊，因孙啊，阿强啊，因孙啊，阿强啊。阿局啊，高雄市叫做大肥局啊，诶，单局大市长，来高雄务农十几年，拍拍屁股做人做议长，我就甲你讲诶啦，那阿比阿局啊，较早滴诶，较拍得比前啊，即马咱拢希望是快乐诶高雄，快乐诶出棚，所以我一只要再一次甲大家拜托，因为目前柏林需要恁甲斗下手。韩市长今仔日来，伊嘛千叮咛万交代，要拜托过去疼惜伊的朋友，即撮无论如何，做柏林的后盾，做柏林的条仔卡，全力甲伊斗下手，斗球票，好无？好，我著讲诶，换新换新，讲阿妈较会兴，因为柏林伊真正咧做代志。啊，伊民进党高雄即八席，拄啊搁来一个美雅，我美雅有机会。绝对有机会，但是无把握。为什么？顶两天啊，台独联盟改号八号，检调，突然间甲起诉，突然间甲搜索，阿元辉总会长嘛突然间受压兼禁见。我著大阿想咧，干哥啊，咱中天庙口那只七公八公哦，讲到这来宾拢厉害，我来讲先收阿两个月，阿两个月登票登了啊，对啊，对不对啊？登完啊，多啊一个周永康，迄个叫做张友华。张友华讲啥啊？郑文灿开查某，我讲诶，反正问阿仔无伊啊咧。啊，我咧讲诶，我怎讲，人咧讲要抬啊，对无啊？所以，这个社会非常的恐怖。是但是，我要甲各位讲，张友华敢讲，一定有所本。全部啊，敢批评赵天林，嘛是有所本，对无？所以啊，你爱看人咧天光咧七啊出来，基本咧无是台湾咧。甲娶就娶妻啊，无爱娶某咧。所以我讲人真啊巧，无偌水你讲的，人个背甲无人机的字拢吐出来啊咧。我还要甲各位讲，这就是民进党，你莫笑，遐乌衣衫大家拢在笑，安怎唔好讲心声，因为人交讲白贼。民进党咧选举无师傅，白贼甲讲一定有，这就是民进党，对无？无这真正。我就跟你讲诶，民进党是讲白贼第一名。那看到媒体，看到摄影机，讲笑，等下谁笑？讲好谁好？外省钓有好无？好假啦！你唔好讲啊，你唔恶我。我是问看你个好啥笑尔？人就随讲下头，我袂报案。
我一定报案，因为这个社会未使用阮这种网络的恐吓，对无？对啊。恁愈恐吓，我一定愈拢做头前，对无？对啊。我来问一波，把这个打个岔，线上因为新波啊，要啥？要报案，吓？现在线上突破2200人，泡泡过来几位，谢谢大家，谢谢线上的朋友。不好意思啊，青毛哥把你打断了。来，来，那个导播拜托的，你 Q 一下。啊，手机 Q 得到吗？熊啊，这无白惨嘛。咱干阿讲，偌清掉你都好傻笑尔。安尼就要抬要挂呢。对。讲要甲你，讲要甲你杀死啊！哦，刚哥你很狡猾。对啊，陈清茂小心被人杀死了。有无？直接恐吓，在他的。这都是法律，这都会当应准吗？对。啊，讲啊歹听啊，我也无讲好笑话啊。对啊。天理嘛，娶查某就属实的啊，啊无要好笑哩。对啊。全世界拢知啊嘛。嗯。偌清掉，你即马出门爱管制嘛是属实啊嘛。是。要好的是百姓。伊够欢喜人后，遮无得趁食的，遮会使讲出外去拍拼的，放遮的老大人一只，囡仔四界讨食，遮的老人因遐会来来流目屎，对无？对。啊，你对人好啥？所以我要甲各位讲，民进党选举哪搞，骗布一大堆，骗小兼骗骗，啊，这种的就属实的啊。我较早嘛民进党的嘛，我听人都骗我，拢讲恁足厉害呢。恁有法多死的讲啊话，八的讲啊乌的，伊讲的先骗着甲讲，先骗着甲讲。哎，讲的嘛属实啦。逐转啊，选举哪搞，爱台湾，咱一定爱爱台湾。我要甲各位讲，对一个无爱台湾的。是。咱这对一个要爱台湾的，对啊，大家拢爱台湾啦。但是伊为着要手中的选票，伊就甲对方讲甲安怎，台湾安怎？四年前，啊无，两当，你著三年外前。三年外。单机麦公开讲啥？两当拼四当，只要伊拿到，一定两当拼四当。高雄人，我著讲的，政治人物一定爱学单机麦。未见笑，天下无敌。选书哦，选书公开选书，叫四个标签，叫做啥？光荣高雄。啊，真系要拼过手呀！韩国的，较早我念无恁听，咱拢高雄人。过去还袂合并，食中田的手，代理市长陈其迈、叶菊兰、甲陈菊、甲金啊，登高了几十年。是。咱隔了有久无？有。韩国的起来一年六个月，一年六个月加加减减，拄啊18个月。加所有的局处长，软水沟啊，清水沟啊。加高雄的登隔了消灭你有无？有。有消灭你无？有。高雄人造成有消灭你无？有。这个市长，咱无珍惜到，因为有四个标签。四个标签，一个敢毋是啊？讲高雄安怎？高雄啊，韩国做总统、做市长，高雄买出去，有买无？在选举的时阵，安怎骗笑韩国的？韩国的做够啊，基迈啊，嘛拼过手啊，两单拼四单，拼对西行阿康，等哥哥过来啊，等哥哥，你莫笑阿姨，我讲的属实，干阿这两天咧转油啊。抓小抓屁，对一楼抓到三楼去，抓到内底插嘴枪，有无？有。市民朋友，大家一定爱记住，选到一个会当甲咱车家，会当甲咱看头看尾，三明一抓来反转，好无？好。你拢讲真啊，讲假啦。有啊，阮里长拢来，三明的里长也拢来。里长伯啊，较辛苦的。柏林行无够，恁帮柏林行，好无？好。因为我要甲恁讲，我较早住在本河里，遮生甲出尖，若要选一个立委，我甲你讲的，拼死拼命。啊，柏林遮有读册，有学识，有学问，佮兼有 EQ， 是。人也甲骂甲教伊拢点点，伊讲的都要做代志尔，伊就是要为高雄人做代志，但是。这个开口也无够，因为咱南台湾中山去摸字，对不？啊，做者你就讲啊，柏林哦，嘿，温润儒雅哦，嘿，人家的国会唔知平的未啊？我跟你讲，
我甲恁讲保证，保人若去要国会，若拄到不公不义，保人爱为咱台湾拼好无？好，好无？好。我讲恁都免惊，恁拢是台湾的主人，带保人起来，敢问？你是要伫我哩为台湾人拼，为高雄拼，还是要遐飞鸿拼的？对。看到民进党就惊。即马社会大家拢在讲，民进党嘛，国民党伤软啦，国民党伤温顺啦。迄民进党了十二月赛趁甲你拼，啊，恁了阁伤温顺啦，对无？对。还恁感觉国民党有伤过温顺无？对。有无？有无啦？有，要较强啊，来无？对不公不义的，要替咱捍卫无？卖无？哎，等下甲保林问看有无？伊这两，伊拢有咧爬山嘛，排地去山顶查山，这种的你不会听到了，无去拼哦。所以讲，乡亲时代，今仔日我感谢中天电视台，感谢咱干哥所率领的团队。台湾头走到台湾尾，三十场啊！伊无管人多，无管人少，无管网络热情还是无热情，干哥的团队，中天电视台会使讲足辛苦的。现场的来宾、网络的朋友，甲中天电视台拍拍拍拍手。哦，感谢现场的，谢谢，我真的很感动啊，非常感谢大家。谢谢青茂兄，无真正一路来点点滴滴，点滴在心头。因唔是为着盈利，若要做生意吼，即打稳倒的，为着信任，为着期待，要有百姓会当徛出来讲话，会当互恁了解民意代表。当选举的时，甲恁拜托；伊若选到的时，我咱甲拜托，合情合理，卖讲互咱找袂到。教袂到，兼用袂到，安尼好无？好，无论找到袂，找到袂，会啦吼。我来讲，无论真侪字啊，皮皮喘，伊讲夭寿，等下要离婚，伊要拼，要安怎拼？你拢甲问，唔免惊，因为咱的一票是宝贵的，咱的每一票当吹，绝对是宝贵的，票票等值，对无？好就好，亚人的票较好诶，啊，阮只食套路的，这票就歹。世间无这个代志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连站袂调啊！咱现场的来宾，现场的来宾，拜托大家捧下举起来支持黄国民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也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。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，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